不少娱乐圈夫妇会在网上发晒娃日常，可也有的新爸新妈为了保护孩子以免过度受关注而选择不曝光孩子。最近少女辣妈 Angelababy 抱着儿子小海绵返回香港， Baby 戴着帽子和口罩，全程用手护着小海绵的头，尽量不让他露出正脸，可没想到还是被香港一周刊偷拍到了孩子的正脸。小海绵圆嘟嘟的脸蛋和浓密的短发非常可爱，而且跟爸爸黄晓明的童年照非常相似。虽然能看到小海绵的正面萌照，但网友们却一点也不高兴，纷纷指责一周刊这样偷拍孩子，未经艺人父母允许就曝光照片并且不打码的错误行为。大家认为这已经严重侵犯到了艺人以及未成年孩子的隐私权，十分不尊重人。看来大家都是明事理的好瓜友啊，所长要给你们点上32个赞哦。今天小明哥也发了一条微博怒斥，表示家人孩子是他的底线，并且说自己要跟他们死磕到底，随后又秒删了这条微博。在这里所长也要严厉谴责一周刊这种为了一己私利违背他人意愿就曝光孩子的行径，希望其他媒体也能引以为戒，不要重蹈覆辙，要时刻不忘咱们媒体人的初心呐。